今天我是第一次来现场，特别有感受啊、就第一次来出来派传单，然后看到大家都很多陌生人都很热情，都很主动想学习多一点关于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想了解多一些中共的匪事然后也看到很多人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两个男生，我派完给他们之后，他们都说哦，我们都很讨厌共产党的，是看到有很多人来赞成我们就觉得我们站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值得。在学校的美国的同学就会比较没有这么开放的接受，因为他们比较习惯看美国的新闻，而美国主流的新闻也不会这么报道我们现在的这些真相，所以这更加鼓励我为什么要站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同学可以通过我们越做越大越做越猛，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其实世界有很多是我们主流媒体真的是看不到的。